喜欢主播还记得点点关注。然后刚才呢，我们灵犀宝带来精彩表演，接下来主播呢给大家先唱一首歌，然后再给大家跳两支舞，好不好？先，我还没有休息后休息够呢，先唱一首歌给大家，一首《玉龙倾天下》送给你们。冬夏，青山无牵挂，桃源镇外青山映篱笆，青梅煮酒坐论天涯。烽火卷残霞，狼烟逐火木飞沙，卧龙城马蹄乱，且看谁卷青天。后面有一段 rap， 不知道我们能唱得来。玉龙笑倾天下，玉关东射桃花。玉龙笑倾天下，乱世谁能称霸？老鹰残骑飞燕，玉上弓，半世剑。红尘乱，马蹄乱，万人敌，不轻声。一杆刀，老子年来只取杀个干净。我剑笑狂狂，我梦翻云覆雨，石破天惊。在这千里万里，狼烟四起，血腥风里，孤城里。山山水水，苍茫无悔，巍峨古柱称霸名。谢谢大家，你们要夸猫咪长这么漂亮，对不对？谢谢。一首《玉龙倾天下》送给大家，这是新人主播猫咪酱，喜欢主播的话记得点点关注。然后，这里是九九二星星秀，欢迎来到这里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。九九二长期招收我们的这个场控，有意向的哥哥呢，联系一下我们麦上的黄马，好不好呀？好的好的。然后我们下面一首歌曲带给大家，谢谢大家。
对啊，你们要鼓励一下主播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再给大家带来两支精彩的舞蹈。然后主播，主播今天下午就腿受伤了，然后跳舞可能有点力不从心，请大家多多担待。大家是想看什么样子舞呢？我先给大家跳一首，一首 City 送给你们。Getting you crazy, say you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小礼物。我跳这个舞跳成飞，我跳这个舞跳成疯子了。谢谢大家，这首歌真的超级累，正在做无数次扩胸运动。这个舞真的超级累的，超级累的。主播稍微喘一下，稍微喘一下。我们等会还给大家带来了最后一支舞，待会儿家里还播吗？你们想看我吗？想看我就再回去再播半个小时，好吧。
什么是让你如此嗨？我不嗨呀、啊，就是，一来关屏直播，咱们不就得带动起大家的气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来，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新人主播猫咪酱，喜欢主播的话，点关注，点个直播室通知我。然后这里是992星星秀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。刚这个太累了，我们992长期招收这个场控，有意向的哥哥们就联系一下我们麦上的黄马。对，走一波关注。等会儿继续嗨，我嗨不动，我腿好痛啊！就是今天下午主播被摩托车，不是被摩托车，被那个电瓶车擦到了，然后破皮了。下午直播还没什么感觉，一跳起来就有点拉着皮疼，所以我今天表现不好的话，你不要怪我。然后我们后面还有时间，再给大家带来你们不要嘲笑主播。来，我们后面还有一首非常可爱的舞蹈带给大家，不是可爱，下面是一首中国风爵士，然后其实这个原版是应该用伞跳的，然后主播这里没有伞，所以就只能用拿个扇子代替了。雷战情意诉他欠我似等。